脆皮烧肉餐盒，听起来有没有500块的价值？有，对不对？特别是要便当。要扁豆脆皮烧肉餐盒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脆皮烧肉佐薄乳猪汁是不是？麻肉肉等有没有？再高级一点，脆皮烧肉定时360，哦，怎么那么便宜啊？阿冠的烧肉你都不要咬，你都一直塞，塞满我的嘴，哎呦，哎呦，好酥，好大，好烫，哎呦喂啊，好多烧肉在我嘴里面，好满。可以，你就买，你要买得到吗？你排队。我现在郑重跟全台湾人宣布，我们的便当从今日开始叫做餐盒。和脆皮烧肉餐盒，听起来有没有500块的价值？有，对不对？特别是要便当。要扁豆脆皮烧肉餐盒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脆皮烧肉佐薄乳猪汁佐酸辣酱是不是？麻肉肉等有没有？再高级一点，脆皮烧肉定时360，哦，怎么那么便宜啊？鹅公炸鸡腿定时380，哎呦，好便宜哦！其实它就是炸鸡腿饭，鹅公炸物才有一个限量在前面啊。人真的很难做，做大份呢，钱太大份；做小份呢，搞不好说我贵，这个东西就真的很贵，我要真。出来跟大家解释，不是啊，成本现在就很高啊，猪肉就很贵哦。啊，一堆人没做过吃的嘛，他当然不了解嘛，他怎么认为说，嗯，啊，你卖个便当卖那么贵，我就觉得冤嘛，所以我才会说，来，明天来试卖，你明天来现场吃，想被宝贝的脆皮烧肉侵占小嘴。那你要排队买得到啊！阿冠的烧肉你都不要咬，你都一直塞，塞满我的嘴，哎呦，哎呦，好酥，好大，好烫，哎呦喂啊，好多烧肉在我嘴里面，好满。可以，你就买，你要买得到嘛？你排队，你排队没有问题的，一次塞，一次塞，整盒就啊。